这超减龄的，这真的是。纯欲啊，纯欲啊！是，我觉得我在你旁边，你像妈妈的感觉，你就真的是妈妈，你还要妈团减呢，对，还是公司的面试包，你看都可以当大姐，大姐已经可以，很可爱，当得过，对，偏比较适合小侄女，她的版型比较小，对对。他说适合打网球，对，蛮适合的，对啊，港风的以前的学女学生，学生用这种学生制服，对对对，港风的感觉，是这个 polo 领，然后三个扣子都可以打开，这边有做一个刺绣的小标，嗯，对的，标在那里，然后它的袖子这边也是接白色的边，然后洋装呢，整个版型是偏 A 字型，所以其实很显瘦，它有做一点腰身，嗯，对，也很好看，然后背面是素的。嗯，就真的很学生，很可爱。对，然后棉质，对不对？对，棉质的，软的棉质，但是因为它是 A 字型的，嗯、所以你就不用担心它会贴你的臀。不会。对，所以它就是因为 A 字，所以它就有一种青春洋溢的感觉。没错，很修身啊。对，不会这样黏住，不会就是、嗯、不是那种曲线型的。对，但是它上胸这里啊，就有点 polo 衫的感觉。对，还是蛮显胸的。对，上面是，就是它带一点纯欲。对对对。就是上面哎还可以，然后下面就哦又修饰你的身形，对，很不错。这件两个颜色，黑色跟深蓝色，它都是做深色的。嗯，深蓝色就对，有一种小护士的感觉、嗯。那扣子可以全开吗？可以，扣子是可以全开的。还是整个是活动可以全开？对，是可以全开的，没错。那袖子的部分呢？你会觉得很勒吗？完全不会哦。对，穿起来是这样，很刚好的。嗯，有这种。对，它其实是都有弹性的，整件都是棉质有弹性的，有弹性的。它这个白色都是同一块料子，对，同一块料子，只是接不同撞色不同的颜色。嗯、然后它只出深色的，就黑色跟这个深蓝色，很好看，然后比较推荐小侄女孩穿。嗯